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六生须弥山顶品第十三品是十三卷是十六品跟卷不一样的啊卷多有的一品呢分成三卷四卷这个大概知道就行了。嗯，前头我们所讲的都是信，信嘛，总是看见这部经，或者听见解说，只有个信。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那要再解释一下子，以下呀，前信，现在要解释解释义理。对，另外前是信位的菩萨，没入位，没入位嘛，就还要堕。信嘛，信心的不信了，对。要是理解了之后他就不退了，明白道理了就不退了。这个全是十住品登了诸位的菩萨，对，登了诸位的菩萨，所有里头的文字所显的义理比那个信呢就深了，就深入一些。嗯嗯，咱们前头所讲的都是方便，是诸位的方便。对，现在就开始进入正位了。嗯，信要能信得究竟，信得究竟才入位了。信的究竟了就求明白，明白完了之后要去做。现在这会在什么地点呢？在什么处所说的呢？在倒立天，倒立天。法会的会主菩萨是法会菩萨，这个会呢叫十住会，十住会啊。须弥山，印度的原话叫苏弥罗，苏弥罗嘛，翻的是妙高峰。如来以如来的自力，如来的智慧自在力啊。不动觉说，在菩提场并没有离开，说所以叫生斗率天，生这个须弥山，须弥山顶，这个处所不是人间了啊，不是人间了，那地方就清净了，天上。天就表着清净的意思，表自然的意思，所以它称为妙高。妙高是说这个三峰啊，山的顶点，这个很有争议，很有争议的就是我们各宗各派的学佛的人信佛的人，对所说这个妙高峰啊，究竟是什么处所？说这个斗笠天是天上了，不，妙高峰这个须弥山是在人间，山顶上是天，山底下还是人间，因此就有争议了。
有的说这个须弥山呢，就是我们喜马拉雅山，山顶上就是妙高峰，这跟这经上所说的完全不合适的。那山顶上嘛是地子天所住的，山的中间嘛有四王天所住的。那咱这喜马拉雅山没有啊？那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应当说是妙高峰，它加个妙字，妙就是你不要这样过分的胡思乱想，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对。但是它又在人间，因此啊，这有争议的就在这儿。其实呢，就光说这个妙，妙，是表法说的，说妙，说妙高峰，就是讲妙高峰，因为它是以如来自在的神力，对，没有离开印度那个菩提场，就是现在的嘎耶吧，那个也是庙，也不是像咱们想象那在人间说的法华经，说的华严经，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须弥山它的体是宝所成的，宝所成的，那显这个石柱品在这儿说是菩萨的文法修行，所以他这个体呀、就是妙了。文法修行是以性为体，不是以相为体。那相妙不妙呢？相也妙，对，他显四极八方，因此说他的妙。那菩萨呢，他要具足菩萨的四德八圣，这一个一个解释啊，所以他的相啊妙。当然是我们凡夫也没到过妙高山，机会你过去去过你也不理解了，对，八方我们都知道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对，就叫四方四域，就称八方。它显示四德呢就不同了，常乐我净，这是四德。那么有时候把八方显成这个八圣，八圣就是圣道，圣道嘛就是我们讲的八正道，正道啊，正念啊，正思维啊，正语啊，正业啊，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念正定，这都是属于名相的了，对，就是八种都是正，所行的道是正道，看一些问题是正知正见，思维嘛是因着佛的教导的思维，说话语言都不离开佛的教导，那所行的都是菩萨道的事业，命呢以性，以这个法身性命为命，对，那一天所行的都是在菩提道上的精进，不退堕，正念呢不起邪恶那觉观，像我们说不胡思乱想，念念都在三宝的中，正定，因此啊这个德妙法妙，说有德的人他不为外边境界风俗吹动，
是吧？菩萨有八法呀，八方就比喻菩萨的八法。菩萨经常说八风吹不动，但是菩萨对这八法吹不动他。力衰毁誉成疾苦乐，这些八法。那么这个妙高山，它有些眷属，这个山的眷属，它的眷属，它的周围，就是它的周围啊，有七金山，七座金山围绕着这个中间的这批山，妙高峰的，还有七重这个香水海。那个海水围绕的不是香水，不是咸水海，咱们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南冰洋啊、北冰洋啊，这都是咸水海，海水是咸的，这海水是香的，香水海，有这七山七海围着，其中香水海围绕着这个须弥山。要是表法呢，表七字戒的，大家都学戒嘛，都知道了七字戒了。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绮语，不讷口，不两舌，这叫七字。七字，再加上贪嗔痴嘛，就成了十讷业了。那么这个这些天，佛上升到这个天，做什么去了呢？佛的法体身体啊，有的说法体，有的就说佛的肉体，不动，不动就没离开菩提场，而上升须弥顶，到斗笠天去。这是形容词了。佛到那儿是要有作业，作业就是说法，应十方说法。但是升斗率天的时候，升斗的天的时候啊，斗笠天啊，斗笠天不是斗率天，斗率天是第四天，说错了。因为这个是在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中间，四大部洲的中间，那么不离本处而上升陶笠，形容着佛所的业用，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到斗笠天时候，目的就是说这个十住品，目的就是那么十住品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闻思修，信了就去做。你做怎么做呢？就闻这个十住的法门，要思维这十住法门，思维修习理解，这不是相啊，要理解它的体，因为这个住是无住，十住是住即无住，因为你信自己跟毗卢遮那无二无别，信无住，信无作，信无为，光信不行，要得理解，理解了之后要思维，思维了要行，行嘛就去做去了。
因此嘛，在这个法门当中，对，比实现呢又深入了，又深入了。实现咱们也讲体了，那个体只让你信，因为你那个能信了，你下头才能做。做了才能证得，你怎么能够消除三灾八难？怎么能够离苦得乐？这个时候呢，你必须得懂得这个义理，得懂得这个义理，依着这个理义理而住，而住。这先要分析分析，说怎么样能免得三灾八难，斗笠天能免得三灾八难吗？斗笠天还是天上的第二重天，因为这种天，这个天有些个苦难他还是有的，有的，三灾他就免不了，三灾他都要受，对。那现在解释解释三灾八难，像咱们信过去了，因为咱们现在还在三灾八难之中，对。咱们所说的就是经常说的。多灾多难并不只是三件了，就是言起多灾难之多也，在佛经上经常讲三灾八难，但是与我们世间所说的所看见所受的不一样，不一样。佛经上是说的大处，大家学过俱舍论吧，俱舍论上讲的有小三灾大三灾，就把我们这个住劫买一劫分作二十个期，它是循环的啊，二十七，说这一切有情的，有情有寿命的，他这在这个三灾当中啊，有六十回循环，六十回啊，六十次，反反复复的，就是小三灾。小三家的他的住劫，住劫分成二十七，怎么算呢？有形的寿命在84000岁，大数就说80000岁吧，到这个人的寿命的10岁，84000岁，这个以前讲过了，过100年减1岁，过100年增一岁，这一增一减，这一增一减增20回，所以从简洁，从84000岁过100年减1岁，减到人的寿命10岁，再从人的寿命10岁这增节，过100年增1岁，挣到80000岁，每到人的寿命减至10下一次，发生一些灾难，每次灾难都叫刀兵劫，刀兵劫、瘟疫劫、饥馑劫，这叫三灾，三灾，这是成劫，还有坏劫。
那坏劫就是大三灾，在大三灾的时候最后那一劫整个世界开始坏了，这些倒立天也开始也坏了。他又比如说是火灾、水灾，火灾过了是水灾，火灾过了是风灾，水灾呢坏的时候呢，欲界天全坏了，色界天也坏了，坏到十三天，坏到初禅。水灾呢，火灾过了就是水灾，这都经过二十次啊，经过二十次啊。流失的时候，水灾的时候，那叫到坏到的第二三天。风灾和破坏性就大了，坏在三三天，四三天是没有形象的了，坏不到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通称为大三灾、小三灾，这叫劫火、劫灾、劫水、劫风三灾的发生。火灾灭到第七回，那么水灾就才灭一回。水灾灭一回，风灾，水灾灭七回，风灾灭一回，最后的风灾全吹的什么都没有了。小三灾的时候呢，饥馑，饥馑呢就人没吃的，地下不生了，什么五谷不生了，人的寿命到八万四千岁，每百年减一岁，减到三十岁的时候，天是大旱不雨，草都不生了，还说菜还五谷吗？没有了。这时候人民一些动物都饥饿而死。同时在这个里头，到人寿命再减少到还剩下的还活着还有啊，那瘟疫就来了。这是在人的寿命减少到二十岁，各种的疾病，那把人死的也差不多了。刀兵灾是人寿命到十岁的时候，那叫草木皆兵啊。然后过去咱们形容着说草木皆兵，拿起草来就是武器，就是杀人的。这就是饥馑、瘟疫、刀兵，小三灾里的三灾。大三灾就是坏劫的时候，天上出了七个太阳，七个日球，大地呀、须弥山呐、全部的崩坏，没有了，四大毁干了，烧干了。欲界天不只是倒立天呢，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乃至十八天、梵天十八天，全坏了，都没有了。这样子，从初三天以下，要经过七次的火灾。就是世界又浮成，成了之后又降大雨，那水滴呢，每一滴水像车轮那么大，还有地下轮往上融水。欲界天里到二三天，水皆泡满了，一切都坏尽了。第三种大三灾的风灾是二禅以下，经过这样的七回的水灾，又经过七回的火灾，那世间整个的就坏了，坏了浮成，坏了又重新成就。
成就了又经过风轮，再来就不是水火了，风轮的风起把这新成就的这个大地加上众生，那时候就连三禅天都被风给吹没有了，被风吹没有了，这叫小三灾大三灾，大三灾。所以这一段的这个就是世界的成就了啊，世界成就了啊。但是说这个须弥山啊，他是在这个人间说，他是最高的地点，不是就天上说，在天上说他是低的，他是低的，因为他就在六一天他是低的。初天二天就是四王天讨论天呢，都在须弥山的，一个在中间，一个在顶上。但夜幕天就离开了，离开须弥山了，那在空中了。这个上说佛生须弥山顶，那讨论天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在妙峰山顶见着德云比丘，也是入世贤的，入世贤的，这个是原教的发心品，发心品，对，那是形容什么呢？形容着、这个斗笠天这个宫殿呢，十佛在这善法堂。都说过法，十佛啊，不是现在人贤界的七佛，有十佛在这说过法。无量的深云，佛的道同，都是从他的本心地信住，而住到如来家，住在人家家，所以形容这个须弥山顶。须弥山顶，其实讲的四件相啊，不是，因为是讲的那个佛要升到善法堂，修到须弥山顶的时候，说这个处所，是讲这个处所的历史啊。到善法堂，是说法，说什么法呢？说十住，说修行十住法。就在善法堂说的，叫妙高峰善法堂。谁请佛是说的呢？是佛自升到斗笠天，第四请佛，有请的才说，有根，再讲外缘，叫缘处成。这就是说法的趋向，只是说这一品啊。我们这个说十住位说法，不止这一处，不止这一品经，这仅是须弥山顶品。说十住法门六品经，六品经，须弥山顶品。顶上即占品，说十住品，说梵行品，说发心功德品，说明法品。这六品经所说的都是十住法门，这现在说的是开始。用这个须弥山顶处来表示这个法，随着经文再解释它的意义。因为在这篇以前是在普光明殿，是在人间说的，那个在普光明殿说，在人间说的成就实信心，
成就实信了，实信满了，入了住，入住。所以是在须弥山顶说实住法门，一位一位的升进，在六品经把实住法门说完全了。就是以这个处所来表明这个法，表明这法。那么第四天呢，它有天主，就是第四为主。咱们说这是三十三天啊，三十三天嘛是以第四天为主，第四呢就有四个名字，一个叫天地四，一个叫焦思迦，一个叫四体环，一个叫因陀罗。为什么咱经堂经上每个经都说因陀罗王？第四天主的天有个王，那王就用他的名字来起的，叫因陀罗王。说这个妙高峰啊是宝所成的，宝所成的。他这个山外头有七重金山，七重大海，光亮非常之大。大家都看到佛的顶上有一个庙啊，有个庙，那庙叫大鹏金翅庙。大鹏金翅庙，他把两个翅膀是为国，万万九千里，两个翅膀是为国，一扇动要起飞。万万九千里，他经过七日七夜才飞到这个山顶上。他一展翅啊，就是万万九千里，他要飞这么长时间，七日七夜，所以我们见不到妙高山呢。现在我们科学发达，见不到妙高山，只能还得南瞻部洲。我心里想，那他到了月球了，在月球往东边看看，西边看看，南边看看，恐怕看不到。电讯还没那么发达，还发达不到那个程度。形容这个极其高，山极其高，它一展翅就万万九千里，九千里乘一万，把这一万再数到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多少里呀？这一展翅这一飞，它飞七天七夜才能到了须弥山顶，所以成妙了，就这样。这个在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大家心量得大一点，不能拿四件相去要求。拿四件相可以讲，他这个大鹏金翅鸟七日七夜，现在电讯电子一打开，围着我们这地球就转七圈，只要一开电门就转了七圈，这个也达不到啊，达不到妙高峰啊。说我们要想爬到妙高峰山顶上，人力做不到的，要神力，说是神了。一般的说来，第四天的天王都是菩萨的化身，菩萨的继位，化度众生。但是这是人间啊，为什么呢？有生灭，有寻思，有观察。我们这个攀缘心，现在我们学法是攀缘心，攀缘心。因此把这个用攀缘心来形容着，说这个山顶啊是妙高峰了，很高。咱一般说山嘛，都超出平地了，妙高。他这个山，那这不但比平地高，还高多了。
不是拿人家的尺量来计算的高低的。那么还在形容着呢，妙高山呢，形容他不动意，三十三天所居的，他很庄严的，升天就福报所感了，住天人所居的，还形容他很庄严，很庄严。我们有时候把他形容着，佛经上把他形容着方便三昧。方便三昧就是定了不动，定不动的就是三昧，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是方便善巧的。那以佛的性体来讲，以某众生来的想，说心不动，不动嘛就没有思，心不动无思，无思嘛就没有心，没有心，这没有心的那个心。是跟法身合的，是他以智慧妙生出来大定，这样来解释的。得法的妙乐殊胜智慧庄严，形容智慧的。说现在十住法门的这个经所学的解脱的道理是微妙的，是生如来智慧家，住就是住在如来的智慧家了，回家了，就是这样意思。因为一到住，这个住是无住的住啊，一入住的法门，他见了法性，见了法性，就是生了智慧之家，智慧之家。这个时候啊，一切的无明顿尽，这些要真正的开悟了，那是当悟。但是啊，他习气烦恼，他要渐渐的依法制出三十位菩萨，一位一位的断这个烦恼，断习气。说像十住品里头经上说，菩萨住处广大，跟虚空法界等，他心呐、跟虚空法界等，他住处就是虚空法界。因此说，他住在过去、未来、现在一些诸佛所住的，这十住的菩萨发菩提心，那叫发心功德品。咱们下文会讲到。讲到发心功德，这个功德不是平常的说讲经上的功德，这是华严经的发心功德。他一发心就跟诸佛平等平等，这经常上说华严经说的初发心是成正觉，一发心就跟究竟心平了。入十二心初心难，这是入住的发心呐，不是现在咱们的发心，也不是实心位的发心，这个绝不能跟那个小乘、中乘、大乘三乘的方便教来相等的，这是华严独特。咱们说那个大乘，一些大乘经典，不能跟华严经这个发心相等，三乘法。小中大都叫方便教，那方便教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十住菩萨就是十地前的菩萨，三贤位的菩萨，他能把折伏现行的无明使得不起，他能够渐渐的入这登了实地，登了地上。因为这个是一切诸佛根本不动字，
以这个根本不动字发心圆光。这个成叫什么成呢？成如来一成的自成而发心过。如来的一切自成而发心，与在这个十住位能与如来同智慧过，他的智慧跟如来等。为什么能够百界作佛呢？一入住位了，他们一百界四现佛，所以不同三乘。他这个观呢，所用的观力叫真空觉相、理事无奈、周遍含容，是这种三种观力。以这不动佛，咱们前头讲了啊，南方不动如来，文殊的大字，以这不动字而发的菩提心，没有余习。渐渐的用这个无助的智慧来制服他的烦恼习气，只能制服烦恼习气，还原的根本字。他不断惑，也不伏惑。为什么？即用自在故，定自均等。自在就是自用自在，三昧自在，三昧自在就是定。无体，无可断，无可伏，性尽故，就无作无为了。印法性的立体自然而调自习气，他得到成理字，入佛的愿，入佛的愿行。用教义来说，咱们懂得了，懂得什么了呢？所谓的说啊，我们这历代祖师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长养善根了，跟华严经的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开悟明心呐，他没有妙用啊。这实信满心的菩萨，他有妙用啊。明白了没有用，不等于没明白一样吗？对，咱们学了佛了之后，明白生死苦，但是你自知不了，你还造生死业呀、啊。你知道生死苦，你别造业了。但是你还在造业，还要去轮转生死啊，你不产生妙用啊。明白了必须得得到，得到了产生妙用，产生了妙用了，了了生死了，不受生死了，他自在了。什么不自在啊？但这里头有次第，他叫六品嘛，咱们讲了六品经文嘛，一个方便发起，那须弥山顶即占品，这两品就方便发起。那后四品呢就正说了，像咱们要讲的梵行品，梵行品人不文很少，没有好多句，就那一篇一篇啊，但是那个道理可深了，可深了。这只是显这些个诸位的菩萨一发起一登了柱，他的特别殊胜。这里头分十段来说，一个是本会其现，这是标题啊，大家记到。二是不离其生，一生一切生，各见佛来，各言殿座，皆来请佛，
巨石入殿，药引病子，各念西音，同战如来。殿阶广兵严禁，就是十段科，等于十个题目。现在本会期限，第一个是本会期限啊。而是如来威神力故，十方一切世界，一一四天下，阎浮提增，悉见如来坐于树下，各有菩萨成佛神力而言说法，眉目自为横对于佛。为什么叫期限呢？这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世界啊，也有无穷无尽的桃李天。每个四天下的桃李天，阎浮提同看见如来坐在树下，各有菩萨成佛神力而演说法。华经一举举十，十完了再举十成千，千成万，完了加上重重无尽，这是放开的。收摄呢，回归于一尘一毛一念，放是无量，回收的一毛一尘一滴都可以。尔时什么时候呢？在佛菩提场的时候，普光明殿的时候，说法的主，说法的伴，与会的那些大菩萨全来集合到一起了，全来闻法来了。这讲十处重重无尽的十处，前会被明散，后会犹再说，这是华严经特殊的意义啊！毕竟这个会解了再去开那个会吗？不，这个会并没散，又说那个会，就重重无尽。菩提树为本，其他的都为伴，一共有九会，华严经一共讲了九会，始终没离开本，其他都叫伴。这第一会是体，其他的会都叫用，同时顿片，体即是用，用即是体，无前无后，不坏前后，同时具言。这意思就是说，佛升到斗笠天说法，菩提场还在说法，普光明殿还在说法，并没散，并不是这个会完了到那个会去，不是的，叫同时顿言，不离九会。而生四天，没离开菩提场，生到斗笠天，而且十方及四天下，所有这个都看见佛还坐在菩提树下呢。十方诸佛跟十方诸大菩萨，同到菩提场。而演说法，都感觉着自己对着佛，佛给他们说的。这种境界下啊，就叫咱们经常夹着是不能是用意念所想象得到的。
这现在可以用这个比喻，但是不能现身，能现影。咱用宽带，咱这儿讲，那妙计相似也能看到我们这儿这讲，他也能听到，但是影子。佛这个不是影子，那十方看见都看见佛在说法，在这个会看佛对着他说，都是对面说法，他并没感觉差异，都入世，眉目自慰，横对于佛，没有一个说我这是对佛呢，佛对我说呢，就这样的意思。所有的菩萨成佛的神力都在那儿说法，尘说、差说、正报说、依报说、微尘差度都在说法。这就是华严的特点，只有华严这样说。这是讲如来的神力，十方所有一切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四天下，都入世，说七处九会吧，到最后七处九会都在说，没有前没有后，不是前会散了成了后会了，不是的，这叫法界无奈，是不是？就华严的三观说嘛，周遍含容，这周遍含容观，我们谁也没有受用啊，但是我们能这样想象，想象现在不是用上网吗？上网有这些现象了，那现象是假的，不是你不上网的见不到，但是恒为自对佛前，这个不容易了，他自己想我永远对着佛，佛就是给我说的，眉目自慰，恒对佛，恒对于佛。尔时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上升须弥，向帝师殿。一个是动态，一个是静态。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说法的时候，咱们说有时候说释迦牟尼说，有时候毗卢遮那说，都可以，三身一身，一切正显片，在菩提树下是镜像，哎，到斗笠天应该是动啊，升斗笠天，升这个跑笠天来了吗？没有动向，没有镜像，这是佛三昧就入世，没有个住相，也没有个去相，住去不相隔，说不离而又生，不离菩提上，上升到了须弥顶，这个说法就太多了。你看一切的经论呢，经上说各所见吧，各所云，有的经论是说本释迦牟尼佛在道树上入定了，另起的应身化身生在斗塞桃李天去了，这是一种啊。另一说佛是报身，在菩提树下是报身，生桃李天的是化身，只有一种说，一种说
在菩提上不起那是法身，升天那个是佛的容，体不动，升天是化容。这种说呢，说毗卢遮那佛十身，十身啊，一说一就是十。有的说三身，法宝化，华经都讲十。一切诸会到后头七数九会都在说的时候，那就是十身无尽身云，十即是一，一即是十。还有的说佛道讨利天，不去而去，这就是这佛教的圆滑的语气啊，是吧？这叫不去与做，是吧？不去而去，这叫不去不做。说不来相而来，那呢就不见相而见，这样的升起跟去就有离了，就有离了，有离了，有化，有本体，那就有体用了，就有体用了。又有的说这是分佛的神通。佛的体上的业用，住就是去了，去就是住了，住是体片，去是用应，应化身。究竟何者为对呢？这么多说法，这么多说法。要这样说，那住菩提树下也是用啊，也不是体。佛是无住而住嘛，那住即无住，无住是骗一切法身，骗一切处。那升天呢？是体片，不是肉，是体片。是吧？体肉有时候集体之肉，肉即是体，体跟肉是不分的，体肉是一个。但是各就各的见解，大菩萨也是各就各的见解，对，都是体会。那证得法性的时候，得到佛的究竟的菩提的时候，是佛的智慧是周遍的，那佛的体是无处不在的，无依无住，无依无住，没有住，也没有去来之相。你在阎浮提的感应就见着佛住菩提树下，你在倒立天的感应就见佛在菩提，就在倒立天说法。说在后文呢，这个会是以法会为法会实会，实会菩萨啊，是以法会为主。说法会有个寄送在后头有啊。说佛子如印观，如来自在力，一切阎浮提皆言佛在中。千百万亿个阎浮提都说佛在那儿给他们说法呢，这是不离。那我今得见佛住于须弥顶，这升上去了，大家看到那佛在须弥顶呢，那在菩提树也看着佛在菩提树，这还是说法呢。说呗，在这个是清凉果寺举个这子，三个船，一个船停着，
两个船，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南边这个船在那个水里行着，见月千里随南，他看月亮就随着他走，在南边就看着月亮随南去了。从北边走那个船，他见月千里随北，说月亮啊，随着北船向北开了，停着那个船没动，他看着月亮没动啊，这是水中的影子了。说这个月亮也没离开中游，可往南边去了，一个往南边去了，一个往北边去了，百千各观，八方各去，随你走吧，在水里看月亮都随着你走呢，是吧？各随其去。有智慧者懂得这个道理了，把它解为十种道理，十种道理，料有十意，寡解释这个问题。第一种，要触想入门，一处或者一切处，不管你在天宫，在树下，在其他的一切处，都能见到佛在那说法呢。要处所来说了，在哪个处所都见到佛，就是升到那儿去了，就跟他们说法呢。环境讲相入，一入与多，多入与一，要互相的摄入，在一处处就入一切处，各处都见，还不动本处。所以为什么说生须弥山呢？因为在人间升到须弥山上去。菩提场是在人间嘛，对，在印度的嘎耶嘛，用这个是表法的，表什么法呢？从实信进入实住，说叫升了；从人间到天上，说叫升上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华严经》上讲，一即是一切。一切还归一，菩提树也好，天上也好，一切处顿现，就讲那个月亮吧，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往南的时候月亮跟他往南去了，往北的时候月亮跟他往北去了，在那坐着不动，那个时候月亮根本就没动。用这个比喻啊，来形容佛德。这个德不读道德讲啊，佛他的道德与心，菩提道德与心，心得一切德，心自在故。那佛的身体呢？树下的身，菩提树下说法那个身，就遍满是一切处，遍满法界的。先骗满了，还有什么起吗？还有什么生吗？有机再见，众生机缘成熟了就见到了。对，现在也如是。说释迦牟尼入灭了，身体你没成熟，你成熟了，佛就释迦牟尼佛没入灭。佛自己也在说呀，我只是不现佛身了。在地藏经上第二品，佛跟那个地藏王菩萨说，我什么心都现，我佛身不现了，我现别的身度众生去了。
是吧？有机感，佛菩萨就应，就能令你见。你感不到，应没有，缘不成熟。有因，无缘不能见；有缘无因不能见，无缘无因更不能见。多了，我们要理解我们的身，要能把我们这个身达到了法界身，你也随处现随处见，在此即在彼，法身无不现。再者说，佛是证得了解脱自在，不思议。不愿怎么解释啊？怎么叫自在解脱呀？自在解脱了，就是随作随行，行住坐卧都如是。在此在彼，你看是坐着，他看是行着，都如是。其实你测度不到的。还有呢，互有因缘，要缘起说。缘起相由，诸法已从缘起，那个缘生了，缘起了啊，就成熟了，随处可见。在我们经常讲法性离体，法性是离体，是融通自在的。在你身即我身，我身即你身，法身一身，四百个人就一个人身，一身，一身即他身。现男相的，现女相的，现老相的，现小相的，无现不现。你立那一面大镜子，动物植物，你有什么得现什么，就是法性融通，无障无奈。又者显法，此处书上，此处记熟了，得此处显法，此处现。彼处成熟，彼处现，一切处都成熟了，一切处都现。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以能够理解。怎么理解呢？现在我们这个在这儿讲课的网络，他那哪有个宽带子，哪儿跟我们这挂上线，他就收去了。他有他收，他有他收，谁都可以收，收的都是一样。管他你北京的、太原的，他那是家庭的，他把宽路电视把电一放，都通了，收了，这很好显示的。所以用从的法性相处，此处、彼处、此身、他身，要去、要住、要来。要多要少要一都一样的，都一样的。嗯，对。说处处无奈，时时无奈，身云无奈，一切都无奈。这个理解了就知道了。所以说，不离菩提树，上升讨利天。佛从一说《华严经》，就在菩提树下说，而后发展七处九会都在说，还是没离开菩提树。这个要多思维，多思维，只要思维成熟了，你一切业障立地成佛。我们经常讲立地成佛嘛，佛身即自身，自身即佛身，你经常这样观，这叫立地成佛了。可是你在观的时候，你不观的时候不成了。那观成就了，证得了，那确实就这样。说实信满心，他信一登了初众，说再发菩提心，这是法性是融通的，通达的，融合到一起的，通的。
这个道理没很容易，要么拿烩面，你做花卷儿、做馒头，你做饺子，反正都是烩面做的嘛。它体型是烩面嘛，不过呢，做好多形状不同，它还是烩面。每一个拿这个本体来形象，而同是一个法相，现什么身呢，都可以。对，但你得会得，会得得正得，正得了能起妙用，因为现在没得到。啊，明知道我们自己跟佛无二无别，但是就是不起妙用，又祸断不了。问题就在这儿。说一生一切生，就这个意思。十天第四，在妙圣殿前遥见佛来。一切的愿都是从体上起的，听见？但是还有机感呢，机感呢？说第四天就是机，天地四，四地幻音啊。因为佛一去，景由心现，这个景啊，得第四天心里显现了。说说遥见，遥见，遥见似的，心里显现，心里显现。即以神力庄严此殿。他干佛来了，就招待佛，接待佛，接待佛嘛，这个书生的道场。对，然后每天啊，我们要上课了。我们这殿主是打扫清洁的，他先庄严一下，打整打整停止，打整打整清洁，这也入世。第四天的天王，他看着佛来了，他用他的神力来庄严他这个宝殿，那就请佛来说法来了啊，即以神力庄严佛殿。放上一个普光明藏狮子之座，以他的神力，仙佛来了得请佛坐，坐这个坐叫什么呢？叫普光明藏狮子之座。狮子是形容词，普光明藏。那么这个座啊，是以妙宝所成。妙宝所生，没说什么宝物了，绝对不是人间的宝物。十千乘劫就是一万级了，那得佛的神力啊，咱们要上这个台阶上一万级，咱们朝朝那个带了点，那才一千多级啊，那爬的你累的要死，这一万级啊，你得上半天还上不去呢，要一万级了你。但是每个成劫都是极其庄严的，十千金王，他不说一万，他要说十千，文字上关系啊，就一万个金王在这桌子上面，免得落灰尘，这是庄严巨了。其实那里头书生殿哪里有灰尘？没有，在那个宝座上，十千金王在这宝座上宝盖着，十千种藏。这个咱们这座是空座了，这得有藏啊，因为像那帐篷，就像咱们那个蚊帐一样的嘛，都有藏，不是一个两个，一万个。先藏，上头一个盖儿吧，有宝盖，闯翻宝盖吧，
啊，一万个盖。但是错综复杂的巡回兼列，这个错综复杂兼列起的。正气呢，就是庄严的那个，是像咱们装着丝绸那个穗子啦，什么这些那个的，啊，拿这个来做催袋，那个小催袋的时候，啊，庄严具了。十千珠璎，璎珞，璎珞上拽着有珠宝，那珍珠啊、玛瑙雕饰着，周片交落。一万件衣服，供养去了。这一万件衣服干什么呢？纺布做上。这个做子拿着纺，拿万件衣服把它纺上，包围起来，把那个座儿。十天天子，十千藩王，前后为羊。不止第四天一个。这天子一万个天子，还一万个梵天梵王，本来是在六一天，梵天也都来了，神力嘛，前后为妖与佛，十千光明而为照耀。那光明嘛，十千光明，咱们所谓实现光明，就有万盏灯吧，灯放光明，或者地珠放光明，第四天有珠子放光明的，照耀着是殿堂光明的，这个殿呢，都用时间来形容，表什么呢？表法的。这殿堂所有来闻法的都是法器，法器，除了这些事物的法器，这供养具，还闻法的器皿，这些个都把它的玉啊、根呐、啊，都转成了，转成了清净的法器，就是。受法的器皿，说是不是法器？把人形容的法器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佛所说的法，你能承受不能承受，能领受不能领受，能承纳不能承纳，容得下容不下，那器皿的大小。但是根，说你那个。眼耳鼻舌的六根，那智慧根都变成智慧了。为什么都说十十千？先是形容词，就是十住的法，要说十住的法门。先上所说的是十句，十句，十样事儿，都是十。说这么一个，说这么十个，就形容还有其他的。但是总的是什么呢？普光明藏，普光明藏，含藏的都是普光明，这互相表法的。对，你从信位入了，入了，对，十个。十个的信位变成了多少了？变成万了，十十成千，千千成万，就万了。表什么呢？万恒因缘，以万恒之因感佛的果德。他这用表法的，都是表法的。佛的道果是这些个熏习而成的，从十住开始，这时候发菩提心。咱们经说庄严佛果度啊，庄严佛净度啊，
这面庄严的，这样庄严的。都说十千，本来是万，要说十千。说十千呢，就是表示万恒之音，无量的万恒之音。因感果德，以因感果。因为从凡夫地到佛地呀，一层一层的，十千成疾，一步一步的，这都是表法的，表法的。说我们在这个生死道中，永远处于难境的，难境的。如是佛的光明杖，来照破长夜的黑暗，就是叫我们去行因，要发菩提心，行因才能感果。行因的就是修啊，因一句了，有因就必须有果。十千呢叫层次，一万级一万级的层次，就是万行啊，一横一横的，往上增长，是渐增的，渐渐增的。完了之后嘛，才请佛来做这个宝座。做了宝座之后嘛，才请佛说法。今天就讲这儿了。